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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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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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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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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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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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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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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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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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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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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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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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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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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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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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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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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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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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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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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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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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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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广赞彼佛光明神力啊，那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，就是深入广泛的来赞叹。所以光明神力这个力量呢，是神妙不可测啊。那么光明神力就是以他的光明摄取念佛的众生，摄取不舍，这也赞叹阿弥陀佛光明神力。那么所谓神，就是神妙不可测，同时呢，就是没有任何失误，这神呢，你念佛立即就看到你，啊，立即就摄取你。没有任何失误的，没有说这个像打靶一样靶心对不准啊，或者偏了，不会的。神力呢，就是有力量救度你。这个力啊，我们所能想到的力量，比如说啊，能大力士举一个200公斤啊，或者说这个车多少马力很有力量啊，或者说这个地震啊，海啸那个力量摧毁很大，或者大风大雨的力量，雷鸣闪电的力量啊，火山爆发的力量，这些都不算力量啊，这个就是小意思啊。佛的力量，这是真正的有力。那么如果跟佛的力量相比，这个大自然啊，恒星爆炸，宇宙什么星空，甚至整个宇宙爆炸，那都不算力量，都算那小意思，太小了。那佛是什么力量呢？当然我们不能理解。佛因为彻证了宇宙这个真理，它是一种呢深入宇宙真理实相大寂灭当中安住
这个整个法界，充斥整个法界，寂然不动，这种力量没有任何可以动摇的。所以说一坐无一意不动，彻穷后寂，放生光啊，大定力当中呢，我们成语说啊，泰山崩于前而眼不顺，就是泰山的前面崩塌了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说明这个人有定力。那跟佛来说，那就是不算什么了。就刚才宇宙大爆炸对佛都不算，因为他已经是跟整个宇宙这个真理同体，所以呢，他是寂然不动，周满法界，这种力量是不可撼动。同时呢，他有明知一切，对我们所有众生过去未来点点滴滴，何种因缘，何种业力，何种造作啊，何种趋向，何种善根，应当修学何种法门，完全了知啊。整个世界任何地方风吹草动，我们的思想起心动念，无不在佛的智力的明照范围之内，所以这种力量那是明达一切的。那么它可以呢，长养一切众生的善根，成熟一些众生的善根啊，如同我们现在立春了，太阳一出，春风一起，万物复苏，所以这种力量也是无形的，不可思议的。就佛这种力量，那么往生论里面就说呢，本愿力啊，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之力，这种力量是真正的可以依靠的力量，给我们内心极大的安慰稳定。世间所有的力量谁最大？无常最大。什么力量遇到无常摧枯拉朽，全部就给你摧灭了。但是佛的力量，佛力啊，是无常都摧毁不了的，甚至呢能可以摧灭无常，显现真如实相。所以这种佛的力量你能了解，那叫真正的有力量啊，不是把拳头一握啊，你的秀肌肉那个不没有力量啊，或者是我们这个人间所能想象啊，或者是天地，这都不算力量。佛这种智力啊，慈悲力，本愿力啊，如果能了解一毫毛，你都很感动，你觉得会皈依这样的佛陀，成为这样佛陀的三宝弟子，无限的荣光，真的是有依靠，有力量。这给力，谁能给力？佛才真正的给力啊。那么佛所有的力量在哪里？就在临字六字名号里边给了你了。然后说念佛，哎，念佛不得力，怎么不得力啊？不了解那么阿弥陀佛六个字，如果了解了六字名号，那真的很得力，生生句句都有力量，这种力量可以扫荡一切生死啊，直接就成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